也是很会唱的。我说老实话，我必须说，我很喜欢你的一首歌《嘉宾》。嗯嗯，你看，哦，谢谢谢谢，非常好听，非常好听。然后，我相信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定听得到这首歌。我要问一下肖宇，你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大概是什么？是在我们三年的时候，然后我跟老公在看那个电视节目，然后我就听到了。